原唱阮经天同居舞龙舞狮头，与经纪公司名模一同拍摄过年团圆照，大伙穿着喜气洋洋的鲜红套装，一同庆贺新年到来。去年阮经天因戏备受瞩目，与同公司的名模徐伟宁恋情也成为焦点，外界好奇是否有计划修成正果，但两人异口同声以工作为重。其实目前为止还是把所有重心都放在工作上面，希望新的一年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作品，然后好好冲刺。去年小众从戏剧圈跨足歌唱表现亮眼，新的一年计划两者并重，期望都能闯出好成绩。今年的过年刚好是情人节，大年初一，大年初一，所以就是会在日本度过，然后之后还会去东京。我是希望就是2010年虎年可以有一个十天的假期。对，现在是要跟老板喊话吗？我希望有个十天的假期。老板，然后我再看你吗？如果你准他的，我也要。我们都希望。对啊，私下谈。